哇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哎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香辣螺蛳煲，如果没有砂锅的，用一般的锅子也可以。加一点油、蒜头、洋葱、辣椒、开洋葱花，炒到香气出来之后，加点酱油，素的鸡胸螺蛳。加点水，然后把螺蛳加进来，香吗？香。煮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鸡胸给加进来，又盖上锅盖，等它一下，等到粉丝稍微收一点汁，加点香菜。如果不喜欢香菜的朋友，可以用葱花。不过我本人是非常喜欢香菜的。香辣鸡胸粉丝煲就完成。香菜再来，哎，香菜来了，来了，谢谢，把它丢进去。